那另外一头，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前一天在小结拜票时再度语出惊人，他说上大号上不出来，就知道电磁波攻击又来了。而究竟便秘和电磁波有没有关系呢？民众觉得林瑞雄胡扯，而专业医师也驳斥这一种说法，表示便秘通常是由饮食不良造成的，从没听说电磁波有任何关系。医生说这应该是压力太大跟饮食习惯不良造成的。